人类从无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
也包括我在内。我不打他，他就不会打我吗？讨厌！会是谁呢？星星啊，向开拓者们赐予你真正的祝福吧！铭记我们的名字。
是谁呢？星星啊，向开拓者们赐予你真正的祝福吧。打他，他就不会打我吗？是谁呢？
近一点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会是谁呢？嘿，逃不掉了。不打他，他就不会打我吗？呀！星星啊，向开拓者们赐予你真正的祝福吧！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会是谁呢？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，逃不掉了。放队这儿也能看到星星吗？
挺快啊。原来我没说过吗？那长话短说，地下原本有许多矿区，但是近几年一种叫裂界的侵蚀在地底蔓延，许多矿场都遭了殃，没法再开采了。我们要去的这片矿区保留得相对完整，环境还算干净，一群老家被裂界吞了的流浪者跑去那儿安了新家。其实这伙人嘛，大部分还算老实，但人多了免不了混进去些喜欢挑事的杂碎，结果就是流浪者三天两头跟矿工干仗，还经常偷抢矿民的物资。这还算小打小闹，这次的情况不一样，就这两天矿工和流浪者间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，场面相当难看。矿区是地底的生命线，必须保证地水供给，我们才能从运输线拿到地上配给的物资。为了平息事态，奥列格首领带着地火扎进矿区，把城镇治安交给了我，但里面情况吃紧，我也得去支援。对了，还有你，等见到了首领，得让他决定该怎么处置你。正好，我本来就想见见下层区的领导者。哼，行啊，你也亲眼看看地下现在乱成了什么样吧。娜塔莎居然会出现在这儿，看来事态比想象中严重。娜塔，没想到连你都来了，奥列格去哪儿了？艾希尔还有桑博的客人们，看来你们已经认识了。我也没见着奥列格，矿民说看到他带一批人往深处去了。您和家属都是来找挑事的地痞讨说法的，这前面是流浪者的聚集地，现在入口被封起来了，估计是怕愤怒的矿民报复吧。听说冲突导致了不少人受伤，我就赶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？据说是第一矿队发现了一片地髓矿脉，储量惊人，初步估计大概是近30年发现的最大矿藏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大的新闻，我怎么一个字都没听说？他们才不想声张呢，大部分矿区都被裂界污染了，很多人都丢了工作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怕不是矿工都要挤破头了。但是矿队瞒不过这儿的流浪者，毕竟他们的眼睛也不瞎，有些流氓地痞想借此捞一笔，向矿队勒索封口费，这就触犯了他们的底线。你的想法也不是不能理解，只不过地底正处于艰难时期，结果就是两拨人发生了剧烈冲突，损失惨重。你们来这里是打算帮忙解决矿区的矛盾吗？那倒不是他们的本意，这几个人有求于奥列格首领，所以我把他们带来了。既然有事相求，顺手帮个忙应该不算过分吧。唉，听上去咱们好功利啊。哦，挺好心的嘛。我觉得这几位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啊。如你们所见，弟弟的情况真的很艰难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希望你们帮帮地下的百姓吧。
你们看到我丈夫了吗？高高的，瘦瘦的，长得还很帅。姐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开这种玩笑？别添乱了。哎呀，你还真的以为我在开玩笑啊？我看你在统计矿工名单，我才过来问你的。哦，你在我这里登记下名字吧。别过来啊，此路不通，谁都别想进来。你们藏在里面干嘛？不知道矿区现在出什么事了吗？跟我们有啥关系？别把我们跟那群地痞流氓混为一谈。里面有人受伤了吗？这里有医生，你们把伤员放出来吧。说得好听，你敢保证没人是来找茬的吗？休想，谁都别想进来。哎，这群家伙。
我丈夫了吗？高高，哎呀，哦，你们别过来啊！你们藏在里面，跟我们有里面有人，说得好听，哎，你们别过来啊！你们藏在里面，跟我们有里面有人，说得好听，哎。我早就给安东尼娜矿头说过了，就不该让那些流浪者跟我们一起挖矿。要是没有这些惹事儿的家伙，我会在这里受委屈吗？你少说两句吧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，现在正是互相帮助的时候。我记得你的舅舅还是大伯就是从铆钉镇逃出来的，他们也是流浪者对吧？你会把他们也赶出去吗？那可是我的亲戚，其他的流浪者我才管不着。皮克，哎呦，完蛋了！皮克那家伙还在里面睡觉。你就别动弹了。娜塔莎医生让你好好休息，你这伤口又裂开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伊磊恩会把他带出来的，那姑娘靠谱。怎么伊磊恩也没出来啊？走走走。哎呀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地火已经进去了。新发现的巨大矿脉，那儿应该就是冲突的中心吧。走，我们上高处看看。前面那个人是在睡觉吗？上去看看，说不定他需要帮忙。这都能睡着，好厉害的睡功。喂喂，起床啦，再睡下去屁股上长蘑菇啦。蘑菇汤？哪有蘑菇汤？希尔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？不要小命了吗？赶紧回休息区避难。避难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群混混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，跟矿队大打出手。我当时困得要死，没跑几步路就被一个家伙擒住了，还好地火出手相助，要不然我连这身工作服都要被扒走了。应该是往深处去了吧，矿脉那边早就被全副武装的地痞流氓占领了，咱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良民完全不是对手啊。要是没有地火帮忙，这大矿区怕是要彻底沦落到那些家伙手里喽。看来奥列格首领应该就在前面，你赶紧去休息区找娜塔吧，别又被流氓缠上。好嘞，谢谢你们。叫醒我，我还是回去再接着睡吧。我认得那边的姑娘，是第一矿队的伊磊恩，快快上去看看她伤势如何。伊磊恩，你还好吗？伤势严重吗？希尔，谢谢，我还好，只是关节有两处扭伤。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
那些流浪者一直在问机器人的事，可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你们还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吧？大矿区里圈已经被一群机器人占领了，矿队还是流浪者都没法靠近。第三方势力机器人出现了，我就说嘛，要真是人和人斗，这故事就没意思了。没人知道机器人的来历吗？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采掘机出了集体故障，后来却发现那些机器根本就不是矿队的资产。他们不知从哪儿涌了出来，一股脑就把我们和流浪者全赶出去了，还堵住了下到里圈的必经矿道。肯定不是矿队的人，但是操作一台矿机就够累的了，同时操控这么多，不可能的。那只有一个答案了，史瓦罗大佬。史瓦罗，这名字听着耳熟。记得在拳馆击败的机器人吗？啊，对啊，史瓦罗大佬的机器人。这个史瓦罗是什么来头？说来话长，反正不好惹，咱们还是赶紧去找其他人吧。伊莲恩，你能自己走回休息区吗？我没问题的，希儿和各位也一定要小心。和人类为敌的机器人，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。机器应该是无条件服从人类指令的。在地下你没见过的事可太多了，大小姐。这升降机是坏了吗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老惦记着这破玩意干嘛？还想下去当机器人的活靶子呀？可是，要是就这么撤了，咱们岂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捞到？笨不笨？去抢矿工呀！我亲眼看见的，他们已经把一些地水装袋了，正是下手的好机会。好主意。真不要脸，居然还在打矿队的主意，看我来收拾你们。眼看形势不对，撒腿就跑，也就这点出息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刚才那几个家伙丢下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壁咚，正在搜索可能的使用者。壁咚，检测到声纹，正在检索声纹对应身份信息。天哪！居然还是个外星人。什么情况？这家伙说话了，而且他还知道我们不是本地人。肯定不是这个世界的科技。看，他外壳上还有星际和平公司的标志，说不定是被从前的星际旅行者遗留在这里的老古董。壁咚，你才是老古董，你全家都是老古董。壁咚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
外星人，你们知道星际和平公司？那太好了。比嘟，自我介绍，我是家用寻物仪理查德版本0.63专家型年度豪华版，昵称查宝。家用寻物仪，原来公司还有这种产品呢。比嘟，本机脑波扫描模组已损坏，请在保修期承诺的232年零84天内将本产品送至星际和平家电门店进行免费保修维护。外星人，请带我去星际和平家电门店进行维修。啊，什么啊，原来这家伙已经坏掉了，怎么办？要带他一起走吗？壁嘟，对对对，太对了，需要找东西的时候呼唤查宝就对了。好多人在吵架，靠近点看看情况吧。欺软怕硬的货色，怎么在施瓦罗的喽啰前头就支棱不起来了？你们爹妈没教过什么叫骨气吗？开玩笑，跟机器人拼命老子图个啥？你们也别装干净，挖出这么一大片地髓还遮着掩着，毒食好吃吗？这矿山本就是我们的地盘，矿队没日没夜拼命赶工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出半点力气，连个耍嘴皮子放酸屁的都没有，成天好吃懒做，一门心思只想占别人便宜，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，真不要脸。肚子都填不饱了，要脸管个屁用。哦，我懂了，你就盼着咱们全饿趴下，给你们矿队省点口粮喽。跟你们讲道理真是浪费口水。现在好了，你们闹这一出大动静，整片矿脉都被机器人霸占了，谁都捞不着好。哎，是啊，矿脉是指望不上了，但你可别忘了，上了膛的家伙现在在谁手里呢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地火还在附近。切，少拿地火吓唬咱，他们忙着跟石瓦楼的喽啰玩呢，哪有空管你们？不想身上多个窟窿，就把带的物资跟装备都交出来。他们要动手，对面那群矿工没带武器，岂有此理。你有耐心，我可没有，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，我也要参战，不能让这伙流氓为所欲为。哎呦呦呦，你们又是什么人啊？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会是谁？少废话，这儿肯定不是你们的地盘，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战斗是一场设计，逃不掉了。
希儿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然我们就……几个混混而已，你们没事就好。对了，安东尼娜，你见到奥列格首领了吗？奥列格？他带着一帮人下去领圈了，说是打算把侵入的机器人都给赶走。他们去了有一阵子了。哼，要不是地火不在，那群混混哪敢这么嚣张？看来问题的核心还是史瓦罗的机器人。普通机器人是没有自主意志的，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史瓦罗的目的。这个大佬，他是在银宗铁卫被调离以后突然出现的，很快就成了下层区的地方一霸。史瓦罗自称是人类的守护者，所有无主的机器人都听他的号令，他们占据了卢星枢纽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没人知道史瓦罗为什么要这么干，他平时很少离开卢星，但如果下层区哪里发生了骚乱，他总会掺一脚。能号令机器人的人类守护者，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。你们那什么筑城者看来也不是全知全能啊。你俩每句话都要拌个嘴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先聊正事吧。矿区里圈这么危险，咱们还进得去吗？对啊，你们不是还要找首领谈事吗？一堆破铜烂铁机器人而已，咱们可不怕的。哦，希尔姑娘开始认可咱的实力啦。实话实说而已，你们身手确实不赖，要是地火的人都有你们的功夫，也不至于被史瓦罗压制得死死的了。安东尼娜，你能带着矿队返回入口与娜塔莎会合吗？没问题，倒是你们要小心点啊，前面有很多机器人。这条路对吗？前面好像有路障。别说的好像你来过一样，走，离近点看看。被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怎么办？要把这辆矿车炸掉吗？慢着，这些都是矿队的资产，可不兴随便破坏，还是想办法把它修好吧。话是这么说，你知道该怎么修吗？那当然，下层区哪个人不知道矿车的构造？让我检查一下。嗯，连接车体跟底盘的销子坏了，后轮的轮对轴承也断了，一看就是史瓦罗的喽啰干的。得在周围找找能用的替换部件。切，真是浪费时间。丽都，好伙伴们需要找东西吗？茶宝可以帮忙。这家伙怎么自顾自地跳出来了？你的那什么功能不是已经损坏了吗？丽都，脑部扫描模组确实已经损坏，但人工输入搜寻功能仍可正常运行。来吧来吧，输入你们想要寻找的物件名字，茶宝来帮忙。哦，这么自信，那咱就试试吧。嗯，
输入界面在哪儿？啊，找到了，矿车销子，矿车轮队，确认，这样就行了。B 都正在处理请求。B 都匹配成功，开始搜索遗失物件矿车销子。B 都 B 都，发现近似物件，请遵循家用寻物仪安全使用指南开始搜索指引。根据用户协议，本集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根据用户协议，本集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壁咚。根据您的搜索历史，猜你喜欢人形自走战术微波炉，跳一下已取消个性化广告服务。壁咚，您想何时前往星际和平家电门店？茶宝将为您在日历中生成提醒事项。壁咚，根据您的搜索历史，猜你喜欢人形自走战术微波炉，跳一下已取消个性化广告服务。壁咚。您想何时前往星际和平家电门店？茶宝将为您在日历中生成提醒事项。壁咚，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壁咚，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壁咚，根据用户协议，本集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壁咚壁咚，发现近似目标物件。本次搜索已结束，即将进入休眠模式。让我看看。嗯，这部件勉强能用，这小东西还挺能干的嘛。壁咚，怎么样，对茶宝刮目相看了吧？哇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，以后如果丹恒再走丢了的话，是不是也能用茶宝找到他？壁咚，目前暂不支持搜寻有机生命体的功能，详情请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想法倒是不错，继续找下个部件吧。壁咚，开始搜索遗失物件矿车轮队。壁咚壁咚，发现近似物件，请遵循家用寻物仪安全使用指南开始搜索指引。本集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根据您的搜索历史，猜你喜欢人形自走战术微波炉，
跳一下已取消个性化广告服务。壁咚，根据您的搜索历史猜您喜欢人形自走战术微波炉，跳一下已取消个性化广告服务。壁咚，星际和平家电，您最可靠的伙伴。壁咚，根据用户协议，本集不保证搜索结果真实可靠，详情可致电星际和平家电门店咨询。壁咚，根据您的搜索历史猜您喜欢人形自走战术微波炉，跳一下已取消个性化广告服务。